近年不少港人移居外地，连带影响中小学出现退学潮。在2020-21学年，接近8000名公营中小学学生退学，当中大部分是小学生，接近5400人。就嚟开学，有小学校长表示，近年收到已经移民的港人查询，想了解学校插班生要求。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燕芬确认查询，他说有早在今年首季离开香港的家长向学校了解回流插班的要求和手续。他估计因为小朋友或者家庭成员未能够适应移民后的新生活。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校长陈淑仪说，学校有两名学生在7月初因为移民申请退学，本来退学手续大致完成，不过因为两名学生的家长说目前未能够出发，希望继续就读，最终学校撤销他们的申请。他提醒家长申请退学之前要三思，因为一旦退学申请呈交到教育局，学额就不会再保留，家长可以先办妥移民手续才申请退学。好，咁啊，又到了一个新的星期啦。咁啊，啱啱头先睇完条片咧，就系我哋依一个嘅英伦 low tea 吓第二集啦。咁啊，喺我依一个嘅荧光幕嘅隔篱咧，就系依一个啊方展博啊方师兄喺度啦。你好啊 ，Hello。你好啊，早晨，午安，晚安，因为我哋三地联播嘅。咁啊，三个嘅时间都唔同嘅。咁啊，我哋都唔介意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录影嗰阵时咧，阿方 Sir 咧就系喺朝头早嘅7:30，吓我就系夜晚嘅深夜11:30。咁啊，小花咧就系香港时间嘅3:00。咁啊，如果你喺香港里边有两个朋友咧，系喺英国同埋一个嘅加拿大嘅温哥华咧，咁你就知道大概每地嘅时差系点样啦。系啦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同埋 good night 嘅。系，咁好啦。咁啊，头先啱啱嗰条片咧，咁啊，方志博，你吓睇完之后有冇一啲吓，即系咦，有冇拣错咗过嚟英伦咧？好似好多人都好似后悔过嚟之后就即刻谂住要翻去香港嗰只吓，都唔够几个月就吓，就即系一嗰个叫乜嘢啊？嗰、那個叫涉兵棄甲係嘛？咁啊已經諗住要翻香港，諗住同個仔啊問下香港有冇插班嘅呢啲嘅學校可以收留佢。咁啊唔係為咗個仔，只要過去英國嘅咩？好大部分嘅人嚇，咁啊即係喺英國裏邊有啲嘅優質教育，點解要抌低啲嘢要翻嚟香港咧？你點睇呢件事咧，老友？其實咧，同阿政府嘅回應一樣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嚟嘅。咁啊，講一講個普遍情況先啦。個別嘅事件咧，都可以啊，從而使到大家，同埋咧令到大家唔想過英國嘅。咁啊，繼而咧就即係減少咗呢個香港嘅人口嘅流失。啊，我用翻阿 PK 嘅即係講法啦，一件好小嘅事就可以令到咧就好多人咧又做啲好緊要嘅事啦，咁樣咁啊嗱，我嘅睇法咧就係一啲個別事件嚟嘅。其實咧，我到咗在地英國之後咧，其實先睇數字上邊啦，失業率咧就好低嘅，講緊4%，咁就已經係講緊好冠絕呢個全球噶啦，可以咁講啊！我哋3.5啊嘛，香港如果冇記錯3.5。香港唔係啊，香港已經飛到上6啦嚇，已經啊 ，OK， 嗯，係啊，好嚴重噶啦。咁啊，我哋4.幾，咁你話揾工難啊定點？其實呢度揾工咧就真係唔難。咁啊，講翻一兩個人啦，即係有兩條友咧，就我哋啲老友嚟嘅，嚟到咧佢啊冇工開唔自在嗰啲，咁咧一坐低就即刻翻工，翻到冇人冇嘢噶啦。咁做咩咧？其實咧呢度物流業咧就非常之缺人嘅，即係話你做個體户、散户咁樣去做咧，就Amazon啦，就好多時候都歡迎你做。咁啊，你他條條咁樣做咧，都揾到幾千到10,000港紙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翻工咧，去做一啲物流嘅公司咧，純粹即係叫揸車送貨啊，咁咧都起碼挨住咧15,000-20,000之間港幣。咁一個人出去做嘢，15,000-20,000，喂，好似同香港差唔多啫，甚至少過喎。咁你要留意翻，佢嗰個生活嗰個壓力咧，成本嘅壓力咧就比較低啲嘅，包括嗰個食物啊嗰樣嘢。咁所以唔適應咧，即係大人唔適應嘅機會咧就比較低啲。佢話：喂，我要識講英文喎，乜，喂，你去日本嘅時候啊，即係你去旅遊或者自駕遊啊，你又識日文咩？
你又唔識，咪又係咁去，所以咧嚟到咧揸份車咧就唔難嘅。因為先講一個即係個別情況啦。咁啊，再講大部分香港都已經係你由細個幼稚園讀起 A、B、C 啊嘛。我自己個經驗咧就嚟到之後咧，同啲本地人啊或者一啲工作上邊啊生活上邊咧，你有聯絡咧，你可能聽佢三四日啊，甚至一個月到咧，你已經聽到佢嗰個英語裏邊嗰啲即係節奏噶啦，你會聽到佢講乜嘢嘅。同埋咧，你慢慢練下咧，我諗應該一年半載咧，即係你都印容姐姐咁啦，佢連音標都唔識，嚟到學廣東話，眨眼間就話同你講啦，先生太太咁樣樣，其實係好易學語言呢一樣嘢，你放開啲胸襟就得噶啦。大人適應，我覺得係咁樣講啦。咁啊，個別適應唔到嘅都有嘅，係咪先？咁你啲朋友裏邊十個裏邊都一個攣噶啦，咁你又話全部攣啊？係咪先？嗯，咁啊，老老实实啦，点解咧？我要问呢个问题咧，因为我老友阿 K C Sir 咧，而家其实就啱啱离开咗英国，就去咗塞浦路斯嘅。咁佢啊，即刻蹙问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就即系做咗佢一个要做嘅使命之后啦，咁啊就哇，感觉到咧，好似成日都唔系好够阳光啊，即系好喺阴天暗地咁样。咁啊，可能佢喺另一边啦，唔系你而家呢一个城市啦。咁啊，即係佢就好唔適應啊！咁啊，嗱，依個亦都可能係個別例子啦。咁但係我啊想問你啦，即係我哋討論一啲正路啲嘅嘢啦，即係都諗住嚇執得行李爬尾拉箱蚊插蘇過得到嚟啊！你點樣調節你自己個心態喺依度融合咧？哦，其實咧呢啲嘢好個人化嘅，我自己本身就中意即係探索多啲嘅。咁我哋用翻個比喻啦，就係如果你話，你是一個即係開展新生活的心態咧，去英國咧，其實你有很多嘢咧係好開心的，因為你過到嚟全部嘢都是一個新挑戰啊嘛，有啲嘢新嘢玩啊嘛，新嘢學啊嘛，生活上面所有技能你都重新再調整啦。咁對於某啲人嚟講就非常之一個興奮嘅。咁但係個別咧，亦都會有啲人咧，即係過去咁多年喺香港生活裏邊，可能佢都即係唔係太如意，但係佢又想離開，用一逃避嘅心態去做咧。其實你嚟到咧，你係逃避唔到啲乜嘢嘅，因為生活都係咁樣照常要去一啲處理啦。咁所以咧，就要慢慢調節下自己咧，就係話你去到一個新地方，唔好回頭望啦。看看你可以在這裡有什麼嘅參與或者貢獻咯。如果你說真的我現在還未適應到，講話又未必通，聽又聽不到，這樣其實這裡在地有很多教會很願意去幫你們的。你來到的時候你聯絡你在地，即每一個區或者一個郡附近都有教會，你可以跟他們去聯絡或者去多啲做溝通，咁你我信唔信教唔緊要啊，佢哋都係想幫下你嘅。你自己又信啲啦，係嘛？慢慢嚟咯，呢啲自己俾人踢啦，真係唔會噶係嘛？係啊，你本身你老婆都唔係你老婆嚟噶啦，係咪先？你都係見得佢多啲嘅時候，佢又唔覺意俾你溝咗咁解嘅啫嘛，冇所謂嘅呢啲。但係佢幫到你啊嘛，咪最緊要。我補充下你依個心態上面嘅調節嘅嘢啊。好多人咧，即係一過到嚟咧，就會將個心態就即刻好似有翻香港嗰種嘅便利啊！嗱，我其實係可以同大家講咧，你係好似玩兩個遊戲機咁樣，你開頭玩緊依一個嘅Age of Civilization 或者 AO 乜鳩嘢啦嗰啲咁嘢啊，咁你開頭玩到爆緊咗機啦，咁啊跟住你又再去而家玩第二一個嘅唔知咩嘅大航海時代咁樣，又重新由 Level One 開始再玩過，咁但係，你玩兩個嘅遊戲嗰陣時候，你都會覺得好過癮嘅喎，因為你開始慢慢開展你識唔同嘅技能啊 ，whatsoever。咁啊，如此類推咧，譬如我太太過嚟温哥華咧，佢又好過癮嘅喎，佢係諗下點樣去揾啲巴士去到邊一度嘅地方啊 ，crack 到唔使煩啲朋友啊，唔煩個老爺去車佢去啊，佢自己去到，佢又好開心嘅喎。嗱，咁佢又跟住去搞下依度，去申請啲考下車牌啊，攞下 service card 啊。學下點樣去寄嘢啊，或者有咩嘅義工去做啊，了解啲唔同嘅團體啊，好似而家我哋要搞依一個嘅疫苗護照啊，咁佢又可以上網去揾下嘢啊，一件一件 crack 到，跟住又搞埋 credit card 啊，開下户口啊，搞埋投資啊，每日咧都有一個小小嘅 achievement 咧，佢自己做到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每日做唔好做多啊，你每日做兩件嘢啊，一定要定個目標。在生活上面的東西學曉，譬如邊個開煤氣費，怎樣去搞這個 telephone 的 mobile 的手機，做下做下你就發覺你有很多的 achievement 你做了，驚驚下你好像升呢那樣，那你就覺得越來越融合了這個生活了。
係啊，過到嚟英國咧，嗰個時間嘅節奏咧，大家要調整一下嘅。我哋咧通常一日咧就做一件事嘅啫，做唔到就第二日再做啦咁樣。咁你做完一件事，再開展另一件事咧就 OK 噶啦。因為就算你一次過開晒咁多個頭咧，你都係等幾個月之後先做完嘅咁樣。即係普遍嘅人嘅心態，講笑就咁講啦。咁啊，事實上咧就係即係喺呢邊咧。喺嗰個生活嗰個節奏上面啊，即係啲部門同你個溝通啊，或者你個車程嘅距離咧，都唔容許你咧，好似香港咁樣一日做10單嘢啊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呢種心情咧，都應該要去透，即係去改善一下啦，即係改變一下啦。咁因為呢邊咧，佢真係對人咧係好好嘅，對人好好嘅意思咧，就話包括你。作為一個員工，或者人哋作為一個員工咧，佢都係有一個人生嘅一個尊嚴啊，一個自由啊，可以咧即係準時放工啊，或者咧翻工咧係收到一個好可觀嘅糧啊，全部嘅嘢咧都係有一個規格嘅。咁我覺得應該可以值得尊重嘅一樣嘢啊，同埋我發好覺嘢。咧，我而家好似同你咧，將嗰啲大外孫嗰啲嘅嘢一件一件去拆咁樣。喺加拿大嘅咧，就依邊好多啲人咧就話啲歧視好緊要啊，又話 Asian crime 啊，又質疑啲候選人啊，每啲國會議員又好啊，出嚟競選嗰啲點解會唔會提啊？咁但係即係其實依邊真係可以講話見到嗰啲嘅 Asian crime 咧，我真係未見過啊！即係或者個別事件咧，即係拎出嚟煲大。咁啊，同一樣嘢咧，即係大家要了解每一張嘅媒體嚇，即係佢點解會將一啲嘅個別嘅事件咧，可能一個兩個嘅 inquiry 咧，就已經係變咗咧嚇，哇！好似好多人走咗去 BNO 移民咁樣，就嚇全全就希望即刻翻嚟香港回流咁樣。咁大家要小心啲，了解清楚啲媒體啊，即係邊種性質嘅媒體，點解要放啲咁嘅風嚇，背後係咪真係咁樣？多番嘅求證咧，只係一件啊，即係嚇對自己有個判斷一個嘅正確嘅影響啊。我都同意啊，因為咧，而家香港咧，基本上咧，傳媒就已死噶啦，得翻咧嗰啲叫中央嘅宣傳嘅啫。咁你就算能夠生存嘅報紙咧，大部分咧嘅報導咧，佢都會有一啲嘅方向性，Agenda 啊。係啦，有方向性啦。咁大家睇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冇呢啲事，不過佢某啲事放大得好緊要。咁啊，講下嗱，今日嗰個即係wallpaper 就好正啦，呢、這個學生妹啦，認唔認到學生妹係邊個嚟一個阿玲姐係嘛？係 啊，藍潔瑛嚟嘅咁樣樣，即係其實佢真係你叫靚翻佢絕，唔係話，係啦唔好嚇我啊！冇嘢，睇大時代就梗係有啲咁嘅嘢啦，好嘅對手嚟啊嘛，呢、這個係咪先？即係對阿方展博嚟講，咁啊講翻學生嘅事啦，其實咧回流翻去讀書呢個別事件咧，我哋就即係好難評論嘅，真係有噶嘛，係咪先？有啲人可能諗住今年9月走嘅，點不知啊租唔到屋，跟住我諗住9月走租唔到屋，仲要咧棘到咧不得了，咁你知每人辦事能力有唔同嘅。或者咧咁啱有件事黐住喺香港，要賺埋呢筆錢先走。咁我個細路冇理由唔讀書唔翻學㗎。咁我都退咗學又點啊？咪翻去再問咯。咁人哋要點樣去講你翻去問都得㗎嘛？喂，佢回流啊，佢咧決定唔走啊，你講乜都冇所謂。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睇翻啲數字。其實咧，嗰個申請去移民英國嘅人數咧，已經講緊係幾萬嘅數㗎啦。講緊係咪先？去到而家都唔敢講頂啊，因為我到而家仲有陸陸續續有朋友嚟。咁我講啦，保守估計啦，我讲多样嘢俾你听啦，我哋嘅亲密战友物理号都走快走啦。系啦，咁你即系我哋而家一啲人会觉得好多人走，一啲人系觉得冇人走嘅，就系睇下你朋友圈。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真正数字唔会少过7万、8万，即系退到而家呢个时刻啦。咁你谂一谂啦，佢系大概系每一个家庭系1.6个小朋友。咁即係話你8万人裏邊，你用翻個比例計，即係每人帶一個半小朋友走喎，即係一個家庭裏邊個組合裏邊有一個半小朋友喎。咁即係話呢8万人裏邊咧，可能有5万人咧，係，sorry 啊，大概有4万人以下，3万零人係小朋友嚟嘅。咁你3万個小朋友離開香港，你重新再諗，咁你學位？3万个走，然之后得一个翻嚟话我要回流，3万个有一个回流咁咪出奇啫，我觉得又冇乜问题。你叫佢攞多几单出嚟睇下嘛？喂，我哋有大量嘅小朋友要求翻嚟读香港嘅学校啊，咁我好边简单啫，有位系嘛？即系大家可以就喺紧嚟紧嘅12月、1月份嘅时候，睇下有啲学校系咪仍然继续喺度大嗌话唔够人，咁会唔会又有啲人突然之间翻嚟又要开翻班？
咁啊，大話派計數啊，你記唔記得？你成日都同我哋講，我哋真係計咗數啊！大話派計數，數字就唔會呃人嘅。習近平同埋方展博或者係歐陽老惡都可能會呃人，係嘛？但係數字真係唔呃人噶嘛。係，咁而家陸陸續續，你聽下啲親戚朋友都會諗離開啦，係咪先？咁啊，好多原因。不過我哋睇翻咧，就係、如果你對比一個叫做即係成熟發展嘅國家，同埋香港而家咁樣樣。鳩子馬六亂七亂七八糟咁樣樣，咁你個細路仔你想喺邊度成長？大家做父母有能力嘅，自然識諗噶啦，係爭在我有冇能力啫。咁啊，講下喺度生活啊，或者帶錢幾錢過嚟咧，都係一啲即係方便大家參考嘅數字嚟嘅。係喎，點預錢咧？即係你過嚟生活咗大八九個月啦嘛，即係差唔多就係大半年啦，應該係嘛？係啊，半年有多啦。咁你點預啊？你大概你係咪大花童晚晚去蘇豪區？燈紅酒綠誒，揾啲俄師妹飲酒定係點樣？你預條數嚟睇下好啊，老友。有就可以好啲嘅嚇，即係但係冇我都 OK 過到嘅咁樣樣咯。即係最緊要食嘢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啊先講下咧官方嘅要求啦，咁樣樣。咁啊官方要求咧，其實你申請 BNO Visa 咧，你有一筆錢咧要俾嘅，就係嗰個叫做NHS 啊 ，NHS 係嗰個叫做全國嘅醫療嘅服務係。咁佢就要俾一個保險費嘅，咁佢嗰個費用咧就係話有兩種嘅安排。如果你買兩年半先咧，咁佢就俾1560磅。嗯，咁我哋之後會俾翻出翻個圖俾大家參考啦。如果你買五年長嘅咧，就3120磅。點解有兩年半，有啲人五年咧咁樣？因為你申請 BNO Visa， 你要留喺英國居住多過五年之後，連續居住五年之後，你先至可以申請第六年入籍。咁所以通常你申請得咧，你就會買五年嗰、那個。咁亦都提供咗啲便利俾一啲咧，即係個荷包唔係好充足嘅人啦。咁咧，所以咧就係1560就買一半先。咁去到兩年半咧就再續。咁呢個就係、個成人嘅情況啦。小朋友平啲嘅，兩年半咧就1750，五年咧就2350英磅。以下全部都係英磅。好啦。咁啊，再落去咯喎。咁你話，我入境啊，英國咧會唔會趕我走啊？唔會噶啦。我哋大部分而家自從我二月過嚟嘅時候咧，嗰種感受咧，嗰種好似直頭係即係翻娘家咁樣啦。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度真係比較上就好澄清，我唔係中國人嚟嘅，翻娘家咁嘅感覺。好啦，咁啊。嗰、那個海關係好歡迎你嘅，即係人民入境事務處啦，稱為啊英國嘅，咁咧就係同你睇一睇個證，笑笑口咁啊歡迎你入去噶啦。咁但係你都有錢嘅，咁啊要幾錢咧？咁佢有個即係內政部有個指引啦，咁樣樣。咁如果你單拖一條友咧，你個銀行户口掃到俾佢睇多過2000英磅咧就 OK 噶啦。哦，總之你 re-entry 你有2000英磅要掃俾佢睇嘅。係啊，你係香港銀行户口都得嘅，冇問題。係。咁大概等化翻做港紙，咪揸住22000咯，實夠噶啦咁樣樣。咁啊，另外就係、如果你兩個夫婦加一個細路咧，就3100英磅。係咁啊，我哋會俾翻個英磅暫時個兑換率俾大家參考啦，喺翻個網站下邊嚇，即係喺個 link 下邊。好啦，咁啊4600咧就係兩個夫婦加3個小朋友。嗯 ，OK。9200英磅咧，就係兩個夫婦加翻兩個成年嘅小朋友，子女係，同埋阿爸阿媽，即係一家六口，三代同堂，9200英磅。咁你show到俾佢睇咧，佢就俾你歡迎入境噶啦，咁樣樣。咁呢個就官網嘅一個講法啦。我想再改翻清楚啲，依個係第一次入境嗰陣時啊，定係你離開嚟咗之後？再翻入去需要俾佢睇到依一個嘅錢啊！你入境嘅時候要 show 俾佢睇噶啦，然後咧你之後你仲要申請 BNO Visa 嘅時候再上載一次啲資料嘅。咁依扎錢係喂我都未嚟，我又未喺英國開户口，咁我點樣俾佢有錢證據俾佢睇咧？你攞翻香港銀行嘅 statement 啦，近呢3個月內啦，咁樣樣。嗯，係啦，咁啊，我哋暫時。都冇人因為呢件事喺度傷腦筋嘅，即識得嘅朋友裏邊啊，因為都已經到曬步啦。咁亦都有人係呢件事傷腦筋嗰啲人未嚟嘅咁樣樣咯。咁啊，暫時咁即係話講佢俾到佢睇到你有香港個户口有依一個嘅錢，咁就你過到去之後，你點樣打依個錢過嚟，佢唔會理你嘅係咪 ？Yes。咁啊，銀行户口嗰度講少少枝節啦，就係其實咧，你而家去
嚟到英國，你只要有一個住址咧，然後咧你喺網上面申請嗰個叫 Lloyds Lloyds 呢間銀行咧，咁你就可以用香港人呢個身份就去申請到銀行户口噶啦。OK，即系去系啦，多呢间银行，佢申请一个用香港人身份申请一个银行户口，系咪？系啦，冇错。当然啦，你系唔系旅行嘅方式入境啦，你系一个叫 BNO Visa 嘅方式入境啦。咁咧，你系好容易攞到嘅。申请到户口之后咧，你就可以从外国咧就透过嗰个 SWIFT 啊，即系电汇啦，就汇钱咧过嚟自己个户口度啦，咁样样。OK，因為要話一話俾啲人聽，有啲人真係好戇鳩噶，即係乜撚都唔撚知啊！你掂匯錢要過嚟咧，你一定要係問銀行咧攞一啲嘅資料。咁啊有一個叫SWIFT code 嘅，咁啊 Lloyd 嗰度亦都有一個，你香港嗰個亦都有一個嘅。咁啊你兩邊你都要攞，點解咧？因為有時你要掟翻錢翻香港，又或者喺香港呢邊掟錢過去，咁你俾 instruction 個銀行咧，你一定要俾依一個嘅 code 啊，銀行去掂匯錢過嚟嘅。咁就即係造成咗呢個叫匯錢過嚟個動作啦，咁樣樣，咁呢個枝節嚟嘅，咁啊喂，再咁講我如果我帶張旅行支票，又話而家好似冇旅行支票啊，我或者我帶張 bank draft 得唔得嘅咧？嗱，上年我哋應該有講過呢個話題嘅，咁就如果你匯豐咧就已經唔做唔做嗰只得啦，咧，係啦，嗰種支票啦，咁你話你有張 bank draft 過嚟，你有個銀行户口，你都係要入落去過咯，咁冇話唔得，時間可能耐少少。OK，明白。咁啊，可能分分鐘喺呢邊一落地，第二朝早瞓醒，去食個 decent 嘅午餐，然後跟住大條斯理咁樣去開個户口，搞掂咗之後，跟住咧就匯錢過嚟，分分鐘喺即日個禮拜內，4日4個工作天啦，有時雨多少少啦，點都會收到啦，係咪啊？補充下啦，如果你話你去申請銀行户口咧，其實佢而家網上做咧都快嘅，不過英國咧就收到曬啲資料之後咧，佢會寄翻咧一張卡俾你，同埋寄翻一個咧 activate 嘅 number 俾你咧，你先至可以正式開通嘅。咁嗰件事你預鬆啲就3日至1個禮拜到啦。咁即係話 OK，你到咗步，你開銀行，你預你最快手1個禮拜後你先開到。我方志博介唔介意咧？應該阿 Lloyd 所個 bank 嘅嗰個網上銀行嗰個，你俾翻個 website 我哋咧，等啲友仔去跟啊！你知即係好鬼死啲友仔係真係好鬼即係捉住隻手要做嘢，佢先識做噶嘛。好啊，我俾翻條 link 啊。咁如果之後有咩查詢嘅時候咧，就你集中睇下我點樣去幫佢咯。係。好啦，咁我哋知道啦，即系嚟咗，即系大概预几多钱咧？嗱，其实呢个钱一定唔够啊，即系讲真，老老实实啦，你都唔好遇到个闷水啊，预翻多少少，咁大家睇餸食饭啦，咁啊，即系喂，迟啲嘅集数节讲下，即系点样去搵工啊，各方面嘅嘢啊。嗱，先讲咗最紧要啦，带啲小朋友过嚟要读书，你又好似做咗啲功课，打听咗带小朋友去读书嘅步骤系点样，系嘛？系啊，咁其实咧嚟到读书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咧佢自己都唔想回流噶啦，因为我访问咗咧两三个家庭，咁咧就真系咧就安排中学生啊、小学生翻学嘅一啲经验嘅咁样样，咁啊亦都问咗小朋友啦，小朋友就话翻学好开心咁样样，咁啊喂讲唔讲得通啊？唔 会噶，因为啲鬼仔都啱啱开始学识讲英文啫嘛，所以咧大家啲词汇都唔会太多，听得明噶啦。再唔系好多身体语言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去揸到波俄罗啊、斯，揽啊、嘴啊、打系嘢啦，冇错。唔通你俄罗斯嘅时候你唔识俄国文，跟住之后你话你唔去玩咩？系咪先？即系有得玩就识噶啦，自然系咪先？好啦，咁啊讲讲个即系入学嗰个情况啦。呢度嘅学校咧 就冇乜嗰啲咩笔试啊、面试咁嘅衰嘢嘅，佢点样收你嘅咧？收生嘅原则咧，第一就系你嗰个住嘅区域同间学校有几近，佢就以呢个咧翻学就近咧作为一个咧依归嘅。咁啊，方圆300里啊，定系方圆2个巴士站啊，定系？咁就近啦。总之就系即系你嗰个地方得3间学校，咁你咪冇人哋10间学校咁近咯。即系你咁样理解啦。咁所以聪明的香港人咧，大部分咧都會將一啲好學校區咧，全部插旗插到好似蜜蜂豆咁樣樣噶啦。系卵王，係啦，即係話，若然你話你要去某個好區裏邊讀間學校嘅話咧，其實咧有個香港人咧都知道嗰個好區咧就住近你少少，已經去到出現咗咧，差唔多咧就喺個學校隔離搭營咧就報個 postal code，
然之後就我最近學校，我想讀讀，即係呢個講笑。不過即係有人為咗近學校可以高價出錢咧，就租近學校嗰間屋嘅咁樣樣，咁啊已經出現咗啲殺戮嘅場面㗎啦，咁樣。咁啊，依個都可以補充嘅，即係早10年8年咧，其實喺温哥華咧，即係有好多好學校嘅，就喺依一個嘅温哥華西區嗰邊。咁啊，依啲嘅傳統嘅好學校咧，即係個 GPA 好高嗰啲人考入去大學嗰陣時，咁啊，點解咧？咁啊，即係出晒名啦。咁啊，跟住啲大陸移民咧，即係有錢啦，就喺嗰度買房地產，咁啊，直接咧就喺嗰度住，咁啊。住一個住兩個，咁啊跟住湖南嘅入嚟，四川嘅入嚟，北京嘅入嚟，山東嘅入嚟，變咗個區咧就全部都變晒大陸人。咁而家嗰啲嘅名校咧就全部都係大陸人咧入去住入去讀啊。咁啊變咗咧西人啊或者係其他國籍嘅本地嘅加拿大人咧就買少見少，嗰啲學校真係變咗 Asian school 咁滯，好鬼搞笑啊！係啊，嗰啲本地人咧好多出路嘅，佢未必一定要讀大學，咁啊，即係叫特別尤其是亞洲人啦，包括印度啦，佢哋對於學術嗰個要求咧就好高嘅，越有錢咧就越想啲仔女咧成才咧讀多啲書咁樣樣，咁啊所以此消彼長啦，啊，即係大部分咧啲即係高尚學府啊嗰啲嘢咧都係咧，即係唔同嘅識嘅人，唔同有識人士咧就參與晒㗎啦，大部分都係咁樣樣咯。明白。好，咁啊，講下嗰個小朋友個翻學個準則啦。咁啊，冇面試，冇筆試，咁啊，純粹你住得近，佢就收你噶啦。咁啊，收你之前係點咧？就係、是、你揾咗地方住，咁咧你立咗嗰個叫 council test，即係立咗嗰個本地嗰個税。攞咗 council test 咧，你就問嗰、那個即係嗰度即係叫區域嘅政府啦，council 咧就話我已經到咗，俾咗 council test，請你安排我適齡嘅小朋友入適合嘅班級啦，咁樣樣，咁佢就好快咧，可能咧一個禮拜到啦，你預計，咁佢就會通知你就有間學校收你噶啦。如果嗰間學校有學位，如果唔係咧，佢就遠啲咁樣樣，咁啊收你啦，收你嘅過程裏邊係點咧？大同小異嘅，都係如果嗰個學校裏邊個級主任得閒。會見下你，見下你小朋友。過程裏邊佢冇走去鑑評你小朋友㗎，佢淨係純粹同你講下一個單向嘅 introduction，就係我哋學校咧有山有水，啊有上滑梯，有千秋咁樣樣，咁啊冇書教嘅咁樣樣，類似咁樣就解釋完㗎啦。咁你就可以翻學。咁啊曾方經志有茂，過咧，係。我突然间想插嚟先，会唔会出现嗰个嘅情况系即系文物同阿苦点秋香啊、德州星驰嗰个电影里边？咦，我一睇两位公子就知佢系弱智喎，咁都会唔会收佢？嗱，你呢個畫面咧，絕對唔會出現嘅。首先咧，頭先所有嘅嘢咧，就依據一個字眼叫做公平系。去做一個原則嘅。咁咩叫公平咧？佢好嚴重地防止咧出，即係俾人哋感受到不公平嘅現象嘅，即係阻交到一個點嘅。咁就係話你咧，小朋友近，我哋就俾你去嗰間學校。呢個第一個公平。佢唔要讓你咧，就話啊，你因為成績唔好啊，所以你要去遠啲讀啊，冇呢咁嘅諗法。呢個第一，第二，你入學嘅時候，佢唔會咧去評估你小朋友究竟學習能力啊，或者個相生得好唔好啊，完全冇嘅。OK，紅黃藍白黑人種啊，手腳活動自唔自如都唔理嘅，總之就收你入去。你4歲就入幼稚園嘅中班，你9歲就入去讀二年班。你唔會9歲讀到一年班嘅，點解呢？因為佢都係公平。好啦，咁啦，咁我真係程度唔夠喎，我去到3年班嘅時候都讀唔到3年班啲嘢喎，咁樣樣點呢？原來呢，有個別嘅學校嘅老師呢，好好嘅，有啲3年班呢，就俾 A、B、C 嚟讀嘅啫。同樣地，3年班嘅同學呢，就讀緊莎士比亞嘅名著噶啦。咁样。系啦，咁個別嘅功課同埋個別嘅嘢咧，老師係照顧得好好嘅，咁啊令到小朋友唔覺得唔公平咯。我讀3年班啦，我10歲啊，原來佢讀緊 A、B、C 咁樣樣，咁都有嘅咁啦。同埋實質操作裏邊咧，就係、是、中學啦，中學啲課本就可能即係深澀啲啦，咁咧就間澀少少噶嘛。跟住咧就個老師話幾個香港同學啦，有3個啦咁樣樣，因為我訪問嗰個咧就話有3個香港同學，佢哋老師咧就話你哋可以用手機。上課比其他同學好啲嘅，點解？因為你可以做 translation，如果有唔明咧，你可以咧就開手機咧了解下咧究竟我講緊乜嘢，或者咧即係嗰個字點解咁樣樣，咁啊好 user friendly 嘅讀書嗰樣嘢。咁會唔會佢係喺度玩緊大個覺醒嗰啲嚟噶？
泰国觉醒啊，即系要多啲去上网睇下习近平讲话咁样，系啦，冇错，系咁样。王者荣耀都冇得你打啦，而家你唯有睇下习大大嘅咋，系咪先？咁啊系，咁我啊，咁啊即系short talk 啦，in a nutshell 啦，即系第时我有啲再 detail 啲嘅补充啦，或者啲网友可以喺我哋嘅CS MHK.TV send message 俾我哋，或者 9108874 WhatsApp 俾我哋啊，又或者我哋嘅 YouTube link 留言啊，留一啲问题交流下啦。咁嗱，咁因为个别嗰啲咁嘅捻样咧，不停喺度屌啊，或者咁捻嘢咧，咁我就即系 assume 咧，你嘅捻样咧就系基本上咧就一切都喺秀茂坪啊，或者系黄大仙居住，出唔捻到去九龙城嗰啲人嚟噶啦。咁啊，你又冇人痕係嘛？即係人哋同你分享資訊。咁啊，當然啦，我都係直講啊。方展博係一個啱啱過去嘅香港人，佢係而家 share 緊佢所見所聞，佢見到嘅嘢同大家去分享。咁啊，最貼地、最實在啦，即係唔係用移民專家嗰啲嘅，喂乜啊都得啊，嚟跟住你俾，但係你最緊要貨金俾撚咗幾多錢嘅依個 consultancy fee 先，然後接個嘢俾你。咁依係無私分享嚟嘅。咁你中意听就听，你唔肯中意听就捻就，咁啊就唔好喺度留言久久，就冇人帮衬呢个人身攻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啊我都好接受得到攻击嘅，你哋中意点攻击都 OK 嘅，咁但系我主要嗰样嘢咧就系要即系去令到大家咧人有肉个电平钻攻击你咪死火，咩话？听唔到？人肉电钻，你记得咩嚟噶？道中兵团啊，人肉电钻啊。咁我都有足夠嘅窿去接招先得嘅喎，係咪先啊？咁啊，講翻我哋其實咧就係真係想將一啲咧喺英國裏邊生活嘅點滴咧，令到大家咧對呢度嘅憧憬啊，或者對呢度咧嗰個想像咧，即係開放啲啦，開心啲啦，咁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話，我都即係對香港嘅情況咧，我對小朋友嘅情況咧，我都係有個想調整啦。咁其實英國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嚟嘅，咁樣。咁啊，另外咧，方展博，我希望有一个嘅 request 啦，你帮帮手啊。第时好我知道你咧都好中意影相嘅，咁但系咧我就知道咧，你又唔系方便出样啦。咁啊，如果第时你影一啲好嘢啊，有啲景况啊，有啲公园啊，或者 facilities 啊，你啲相可以喺即系我哋嘅节目里边分享嘅咧，都唔介意咧，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下 share，开心 share 得唔得？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定期去即系可能每集都俾少少相大家睇一睇啦，咁啊唔好下下都啊大时代呢个公仔咁样样啦，咁样样好嘛，系啊，咁啊俾啲郊野啊，即系大榄郊野公园嗰啲相大家睇下咯，好嘛。明白明白，好啊，嗱，咁啊，当然每一集啊，我哋都讨论一个嘅时事啊，咁啊，近排咧有一个嘅时事就好捻有趣嘅，就系普京啊，普京大帝啊。同埋阿習大大好似有張相啊，小輝應該都可以出翻出嚟嘅。就係咩咧？就係兩個咧決定咧，即係你又需要呢一個嘅天然氣同埋能源。咁啱俄羅斯又大把，咁啊大家做下交易啦。咁啊以往大家啲國際交易咧就係用呢一個嘅美元咧就係計價同埋做呢一個嘅交易嘅單位嘅。咁但係佢兩個就好有趣喎，佢話決定用人民幣同盧布嚟交易喎。點解會咁樣去做咧？係咪想削弱呢一個嘅美元？喺呢一個嘅世界裏邊嗰個嘅權威性同埋霸主嘅地位咧，呢個意圖好清楚嘅，你已經基本上講晒所有嘅國策出嚟㗎啦。即係若然係你吧？咧稍微有少少即係走偏門咧，其實你都應該係一個好嘅共產黨員嚟嘅。係 啦，咁你講出咗嗰個即係原因同道理啦。美元係一個霸權，美元咧正在咧欺壓我們。咁我哋大國就崛起，咁我哋咧就不能讓美元呢個霸權咧就繼續咧去肆虐呢個地球，所以我哋咧就嘗試咧就去美元化，令到我哋嘅國民啊或者咧人民咧就重新抬起頭嚟啦，咁樣樣呢個就目標。普京都有咁樣嘅抱負啊，所以咧佢哋兩個就企埋一齊。咁但係我哋咁講啦，即係個初心最勁嘅就梗係我哋習主席啦，係咪先？咁佢一直都想將人民幣咧就統治全世界嘅咁樣樣。咁呢一件事就即係都繼續進行中。咁啊，講翻啦，喂，如果佢真係唔要美元，兩條友互相交易，O 唔 OK 咧？OK 嘅，佢哋兩個話 OK 就 OK 噶啦，咁但係問題就有啲咩後果咧？咁我哋就睇到件事咧，就係一個好短期性嘅一個即係合作可以咯，長期性咧就會有啲問題。咁呢個係可能我哋嘅智慧解決唔到啦，但係就我哋睇現象咧，都應該係唔係好得嘅。咁我做個咁嘅比喻啦，咁樣樣，咁啊由今日開始啊，
咁啊，借MIHK 去玩下啦。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咧貨金咧係收港幣嘅，本來咁咧突然間而家呢刻咧，老王唔知黐乜鳩線咧，就走去話我而家收音紙紙咁樣樣。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咧，我而家咧就冇嘉賓費啊嘛。佢話嗱唔緊要，因為阿方志博你做得好，我俾啲嘉賓費你，都係音紙紙咁樣樣。咁啊，我哋咪阿 兩小個花開心翻啦，嚟係我咪記先？都係俾音師紙去 claim 呢一個嘅交通費嗰啲咁嘅嘢係系啦，冇错啦，屌咁样几十万亿冇问题，点啊印出嚟啊嘛，OK，咁啊大家就互换音师纸，我话收音师纸，佢又俾音师纸，你哋又货金货音师纸，大家 happy。但系到尾嘅时候，点解唔可以继续运作落去咧？因为咧阿小花咧，即系沟女嘅时候咧，出去食个靓少少嘅即系西餐咧，其实就收港币嘅。系。系啦，咁佢呢个就外来嘅资源啦，系咪咁讲啊？咁然后咧，你哋拍片啊或者。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工具啊，咁啊而家就出去啊老學碌街用緊啲 4K 鏡頭啊，好鬼靚仔噶嘛，係咪先？咁啊，但係咧就嚟緊咧，可能出 10K 啊咁樣樣，咁啊 Sony 靚鏡頭啊，GoPro 乜乜柒啊咁樣樣，嗰啲全部咧都係要用美元找數嘅。同咁埋你我貨哋完要啲用金，U domain 咧，都要用呢一个嘅美元找数。係啦，冇錯啦。咁你貨完啲金啊，老王啊，點樣將音師紙能夠可以轉到美元咧？因為你都去咗美元化啦，係咪先？咁你自然就日後嗰個競爭力啊、買機器啊、買原料啊，全部嘢咧，我哋都應該唔可以繼續經營個電視台落去㗎啦，咁樣樣咯。咁呢個就長期嘅影響啦。短期大家開心啊，小花喐下都幾十萬億，我有幾十萬億咁樣樣，大家咪互相喺度開心咯。咁啊，睇翻啦，中國同俄羅斯都係有咁嘅問題。佢哋本身都有自己嘅資源，自己出產，但係佢又不能夠百分百靠自己資源同埋嗰個即係製品去做，佢一定要去冚人哋啲嘢噶嘛，即係意思係有其他嘅外國嘅一啲商品啦，包括金銀銅鐵石啦，佢都需要咧係進口嘅。當進口嘅時候咧，其他同你貿易嘅人，佢話要用美元嘅時候，你哋兩條友得嗰啲俄羅斯嘅盧布同埋嗰啲咩即係偉大嘅人民幣，咁人哋肯收咩？人哋肯收咪有得做咯。如果萬一人哋唔肯收嘅時候，你話哎呀5萬聯盟真係唔聽話，佢哋全部都係收嗰啲澳紙、英鎊同埋美金嘅啫，咁咪仆街啦！你揸住人民幣同盧布同佢講條春咩？咁咪做唔到咯。其實，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即係普京會收好多人仔喎，因為習大大會用人仔去找數嗰啲天然氣噶嘛。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可能有啲嘅情況之下，可能習大大有咗佢自己有好多私藏嘅盧布喺手，用盧布去找數。咁即係換句話講，第時習大大要同我哋加拿大買一啲嘅大麥同埋大豆，同澳洲就買呢一個嘅嗰啲嘅煤礦，又或者同日本仔又買 AV。啊，咁啊，同依個嘅意大利啊，嗰啲全部都係用其他嘅嘢要入人哋嘅嘢嘅時候，佢真係唔夠美金喎。咁啊，其實呢件事點解佢咁樣做咧？喂，但係即係以我啲咁嘅 economy 101嘅人都知道行唔撚通，難道佢即係覺得呢一樣嘢係真係 work？咁但係個背後嘅 agenda 係佢想賣啲咩嘅嘢咧？即係牽一髮動全身，佢做呢一樣嘢總係有個目的㗎。咁啊，呢度坊間咧就已經好多 KOL 咧都講緊咧啲咁嘅政治嘅事件㗎啦，即係習大大而家最緊張係乜嘢啊？就係揦住個政權啊，一定咧就要去即係將嗰件事咧就係仍然係我管治嘅中國咁樣樣咯。咁所以做呢件事咧，嗰個內宣咧，嗰個即係用途咧就大於呢個外宣嘅，實際嘅用途咧係細於佢嗰個宣傳嘅用途嘅。咁呢個就我哋睇到暫時嘅情況咯。咁你國內好多即係小粉紅又好啦，即係國內住緊嘅人都好啦，其實佢哋睇到嘅世界真係同我哋唔同噶。咁啊，佢哋希望中國強大之中咧，亦都希望一啲即係叫振奮佢嘅消息啊嘛。有人你話俾佢聽，喂唔係啊，我哋全中國裏邊外匯儲備又唔夠，美元又唔夠，就你牛肉都冇得食，你估亂成點咧？所以佢係唔可以俾佢哋知呢啲事啊，佢淨係可以知道我哋而家強大，連普京咁威猛。即係玩到成個地球都亂晒龍嘅一個，即係特務頭子都同我哋合作啊，咁樣樣都係削可弱以用美人帝民嘅一幣个嘅美元嘅一个影响力系嘛？嘅。係啦，冇錯啦。咁你一聽嗰啲完之數後，字你出嚟，原本係90几个% 削到而家佢得60几个%，分分鐘得翻係啊，50几个% 嘅國家要用美元交易，咁佢又好威水噶啦，已經係。係啊，即係你即刻又會去翻一樣嘢，就好似謝霆鋒咁樣樣。其實我咧。本身都係一個中國人嚟嘅咁樣樣噶啦，即刻就覺得面目有光啊嘛！成件事佢哋係唔需要知道現實嘅。其實咧，佢更加做啲小動作啦。近排佢咪話喺北京又要整個聯交所嘅，哦，係。嗰個俾一啲好小型嘅蚊型公司都有機會掛牌上市集資啊嘛。
咁但係嗰啲好似聽講咧，就即係200万 turnover 咧，人仔咧都俾佢上市集資做生意啊嘛。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你記唔記得細個嗰陣時打機啊，打遊戲機啊，或者我哋打遊戲機嗰陣時，側邊有個兩三歲嘅僆仔咧，你跟住你又要打天批，咁但係佢打天批就打緊落死緊緊啫嘛。咁我哋點樣敷衍佢咧？就求緊其俾咗一個 remote 佢，咁但係掹緊咗掣噶嘛，佢以為佢自己好玩嘅，實際佢冇參與。佢睇唔到個制度嗰個畫面嘅關係嘅，完全係。一比二得唔得 ？Losing control。我哋好仆街嘅，其實。係，咁你可以咁樣形容嘅，咁但係就即係睇翻成個佈局咧，咁啊，習大大咧而家就擺到明咧，就係即係叫鎖國噶啦，封關鎖國噶啦。係。咁封關鎖國咧，佢裏邊咧就大混戰，咁就話説咧，權貴利益咧就在呢個上海。在深圳，在香港，咁啊，但係佢就點咧？佢本身對於呢啲咧就冇掌握嘅，所以咧即係推翻之前咪有次大冧市嘅4000点跌翻落去啊2000点嘅，係嘛？即係深圳啊、上證啊咁樣樣，嗰鑊嘢咧就係因為佢鬥唔過權貴，咁佢又懷恨在心嘅，一路咧就係即係嗰個金融嘅掌握咧就喺翻啲舊嘅共產黨黨員手上，佢一路咧。兵權攞曬啦，政權攞曬啦，財權就攞唔翻，所以咧佢就需要咧將個財權咧就毀滅。咁最近包括開個北京嘅即係交易所啦，削弱香港嘅地位啦，可能將北京去取代深圳同埋上海個影響力啦，嗰個交易所嘅影響力啦，呢啲係佢一步棋嚟嘅。咁然後咧，關於嗰個電影咧，其實就係屬於軍方嘅財路嚟嘅。所以佢而家咧就係打劫軍方。咁啊，之前啊馬雲嗰啲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叫可能係即係以前嘅阿江派啊，或者曾慶紅啊嗰班人咧嘅一啲嘅財路嚟嘅。Bikipa 代下派車，全部而家攞曬嚟叫清剿。咁我睇到習大大嗰個前途嘅大好嘅，啊，咁但係就中國人民嘅前途咧就。即係我哋就去到呢個點到即止啦，因為我都唔能夠令到佢相信嘅時候咧，就大家自己諗啊。咁啊，你講呢個前途大好，我都覺得佢加速佢嘅某一個 destination 嘅，好好嘅好事嚟嘅，真係。咁咩 destination？ 大家心諗啦。時間係，我哋都加速咁多話題，都加速去到今日嘅節目嘅終點啦。係啦，咁啊，好多謝你嚇。夜媽媽啊，揾時間嚟同我傾偈啦。咁啊，都係小花，多謝你嘅努力啊。咁啊，之後補翻啲靚圖，大家睇下。咁我哋期待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好啲嘅英國嘅內容啦。係，多謝玲姐啊。係 ，OK， 多謝曬大家。好，再見，拜拜。睇完咁精彩嘅节目，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支持我哋嘅独立网媒，等我哋有能力将知识同埋真相报道俾大家。麻烦各位可以扫一下以下嘅 PayMe 或者转数快 QR code， 帮我哋继续撑落去。多谢晒各位。